Discover 之后啊，我都不敢说 Siri 是合格的 AI 语音助理了。用过的应该都有被他气过吧？有些人甚至会直接关掉，还比较省电一点。但 Siri 真的有这么惨吗？欢迎看我们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都拿 Siri 来做什么吧？你是拿来打电话、设闹钟，还是拿来计时呢？要告状也非常欢迎哦。对 Siri 目前的评价，因为主要还是因为对他有个 AI 的期待嘛，所以呢，就目前的表现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如果这样一集啊，把它当作初阶的工具人，应用在一些简单的生活情境上，我觉得还是蛮够用、蛮方便的啦。今天啊，我就依照指令的难度呢，分成四种应用类型，然后也会帮大家把秒数列在叙述栏里面。希望啊 ，Siri 就可以有机会进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如果你希望你的 Siri 更厉害的话呢，你就看到进阶版的 Siri 捷径哦。首先啊，就是要以超级日常的使用情境开始了。这部分啊，主要都是以功能设定跟开关为主。相信爸爸妈妈跟一些长辈们一定都学得会，因为这里的指令啊，都跟我们日常说话方式几乎一样哦。例如说，最简单的设闹钟。Hey Siri， 帮我设定早上八点的闹钟。已经启动了上午八点的闹钟，当然也可以请他关掉或删除这个早上八点的闹钟。另外，有些人习惯设一整排的闹钟，没错，我就是这样。当第一个闹钟响了之后，你已经醒了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说 ：“Hey Siri， 请帮我关闭全部的闹钟。”好的，已经关掉了所有的闹钟。当然，就不会继续轰炸你的早晨啦。相似的指令啊，还有计时器，你可以直接跟他说你要计时二十分钟，还是倒数二十分钟。我觉得像是在煮饭或是运动这种手不方便的时候，还真的蛮好用的。而在生活中啊，也很多大大小小事情要记得嘛，像是行事历啊、提醒事项或备忘录，你都可以请 Siri 帮你记哦。我这边也提供一个简单的公式给大家参考，就是 App 名称加时间加内容，我也直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哦。Hey Siri。安排行事历，明天下午三点要开会。我已排定明天下午三点到下午四点之间的预约。又或者是啊 ，Hey Siri， 请帮我新增备忘录。要说什么内容？缴交影片脚本。好的，我已制作备忘录，名称是。不过啊，也是有很人性的地方啦。像是在提醒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说 ：“Hey Siri， 提醒我明天去公司拿东西。”好的，你的提醒事项已设为。这样你就不用特别说在提醒事项之中提醒我这种很不顺口又很冗长的指令喽。再来啊，如果有切换勿扰模式或省电模式的习惯啊，同样也可以一句话就是它开启或关闭。Hey Siri， 关闭勿扰模式。好的，勿扰模式已经关了。接着啊，就是同样是指令难度一颗星的提问篇。这边的问题啊，都比较偏向是比起自己找答案，问 Siri 更快，而且是一句话就可以问完的情况哦。比如说啊，问时间，或是指定问某个城市的时间。请问东京现在几点？日本东京目前是上午六点十一分。进一步啊，问天气的话，问法是一样的哦，像是啊 ，Hey Siri。今天天气如何？目前夏日气温26度，气温。因为天气的资讯比较多啊，你也可以直接问你想知道的部分，像是温度啊、湿度或降雨几率，甚至啊，你也可以指定城市问天气状况哦，像是 Hey Siri， 明天纽约市的降雨几率是多少？美国纽约州纽约明天看起来。想问问看我们有没有学过心算呢？我以前是有学过啊，但我现在更依赖计算机。当遇到一连串的数字要计算的时候啊，我如果边看边输入，是不是很麻烦又很容易出错呢？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 Siri 啦。Hey Siri， 请帮我计算2021乘以6乘以25乘以135乘以246是多少？2021乘以6乘以25乘以1。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比起我自己手动输入的计算，我更相信 Siri 算出来的啦。再来啊，如果你要出国或是买卖外币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开口问 Siri 汇率哦，就不用另外去下载或打开汇率 App， 或是到银行的网页去查询去换算，非常的方便。但是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公式要注意，就是 AB 的金额等于 BB 的多少。举例来说呢 ，Hey Siri。日币3000等于台币多少？3000日元等于749.1元。这样才会问得出来。如果这时候你的语句颠倒的话 ，Hey Siri，
日币3000等于多少台币？好的，我在网络上找到了日币3000等于多少台币的内容。这个时候他不会直接回答问题，反而是误导你到其他的网页。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要有待加强。另外啊，我身边也很多朋友会这样问他哦。Hey Siri， 昨天的 NBA 比赛，太阳在分区决赛3-0给快艇，这样就可以很快很直接的知道战况跟赛程啦。觉得前面两个都太简单了吗？接下来难度三颗星人要来咯。在工具篇里面啊， Siri 可以支援一些临时的个人协助，像是打电话或是视讯，当然你要传讯息或是 LINE 都是可以的哦。Hey Siri， 帮我 LINE 给贝尔说吃饭了。传给贝尔的 LINE 讯息内容是，但有些人的留人资讯啊，都会写得很随意，或是乱取绰号，可能连自己都搞不清楚是谁了。Siri 当然也找不到啊，就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整理一下你的通讯录，把大家呢都改成你念得出来跟念得清楚的名字，这样子啊，才能让 Siri 更准确的去接受资讯跟正确的执行指令哦。没错啦，之前帮他做一半了，但老实说啊，这样整理好之后，当然是有好处没坏处的啦。再来是导航，虽然对我来说啊，手动查询可能更快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在开车或者是走路不方便使用手机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叫它搜寻地点。好的，我找到一个松山区光复北路的鼎王麻辣锅，你要这个地方吗？对，它会提供你相似的地点选项，在确认你想要的目的地之后啊，它会问你是要打电话啊，还是要开始导航。不过啊，是因为使用的是内建的 Apple Maps。大家都知道 Apple Maps 的图资跟 Google Maps 可能有点差异，所以啊，不排除可能会找不到一些商家或地点的情况哦。不过啊，如果你有在 Apple Maps 里面存好喜好地点的习惯之后，直接导航就更方便啦。那大家常使用寻找功能吗？例如说啊，你急着出门，但是找不到你的耳机或手表，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一边收包包，一边喊说 ：“Hey Siri， 帮我找耳机。”此外啊，你也可以叫 Siri 播放音乐哦，就算是要指定歌手还是歌名都是没有问题的，就看你的收听习惯啊，选择你常用的音乐串流平台去播放。那我目前测试啊， Apple Music 跟 Spotify 都是可以的，而 YouTube 还没有支援哦。还有像功能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Siri 可以帮你朗读屏幕上的内容哦，虽然它有时候会走音，然后也蛮冷淡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大家可以试试看。 Hey Siri，请帮我朗读萤幕画面。电塔少女女孩的科技日常，电塔少女女孩的科技日常，86.3万位订阅者，热门影片。所以他来到捷径篇了，在这边啊 ，Siri 还会配合捷径，然后执行更复杂的指令，通常啊是配合常态性或是规律性的习惯。虽然有些功能呢、啊、在提醒事项也做得到，不过啊捷径它可以说是一次性，并且在条件下执行的动作哦。比方说啊，我们公司的上下班就会用104的企业大师打卡，我都会把它设定为 Siri 的捷径，超方便的。我的语音指令啊，就是上下班打卡，所以啊，我都会对它说 ：“Hey Siri， 上下班打卡。”这样啊，它就帮我打开 App， 并且自动打卡喽。但也不是每一项指令啊都要开口叫 Siri 的啦，有些是只要行为就能触发功能哦。比如说啊，早上关掉闹钟之后，它会自动播报天气；还在赖床的时候啊，就大概知道说，今天的温度几度啊，要穿什么，或者是不是需要带伞。其状况是最高温30°C，最低温26°C，体感温度26°C。甚至啊，你也可以设定特定的时间地点，让 Siri 自动执行动作。像我每个月的6号缴房租嘛，我怕忘记，所以我就会设定啊，每个月6号的时候，它会自动跳出提醒。又或者是啊，我下班的时候可能会忘记买隔天的早餐嘛，那我就会设定下班时间大概7点到8点，经过某一条路的范围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提醒通知。如果你喜欢听到 Siri 的声音啊，你也可以设定语音提醒哦。而 Siri 啊，有的时候也可以充当你的人生导师哦，在你有选择障碍的时候啊，没错，我选择障碍超严重的，会给你一些人生的方向啊，像是丢硬币，人头的话是这一件，正面的话是这一件。Hey Siri，帮我掷硬币，人头，人头，会是这件。或者是当我们在玩桌游，但是没有带骰子的时候，让你成为全场最会用科技的人。Hey Siri，帮我掷骰子吧。正在骰骰，结果是3-4。又或者是啊，当我很无聊的时候，我也会叫 Siri 讲笑话给我听。Hey Siri，讲笑话给我听。猜猜虚拟助理想要跟人类说什么？记得洗手，七字诀。如何啊？大家对 Siri 有没有改观了呢？
偷偷说啊，其实我有的时候还是会跟 Siri 聊天啦，但是我觉得它太难聊了，作罢。这边补充一下哦，其实只要跟 Siri 有关的更新啊，都会多少影响到它的准确性跟指令执行的方式哦。以下是目前测试出比较容易成功跟顺口的指令，不过啊，有些句型并没有一定哦。其实啊，还是有很多功能希望它可以做到的，像是单位换算啊、荧幕截图或是问问油价等等，结果都宣告失败。它竟然叫我自己去按荧幕截图的按钮，也够气了吧？这边啊也整理了一些新的感想啊，希望可以跟苹果许愿，希望能够提升 Siri 的连续对话能力啊，这样我们就不用等到他回话说好的、是的、对的之后再来进行指令。此外啊，希望可以降低一些错误的触发啊，或者是发无声卡的几率，提升整理的准确度啊，让大家使用起来可以更顺手。最后啊，派友们，如果你还有什么更酷、更有趣的指令跟用法，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我是电踏少女玉玲，我们下次见哦。Hey Siri， 跟大家说拜拜。